那所以呢，我们要回到我们刚刚本来要的第二组。对，我们漫才圈目前的颜值担当，最高的。对，最高的，最高的。哦，毫不怀疑，绝对是最高。是吧？毫不怀疑。是因为应该这样称赞没有问题吧？不要这样讲，不要这样讲啊！不是说你耶。愚人时代。啊，我们要欢迎愚人时代的我们各颜值担当组别了。对对，我们欢迎愚人时代的。没跟上，欢迎来们。大家好，我是 Megan 皮鱼，我是宁尚，我们是愚人时代的没跟上，没跟上，大家好。耶，今天跟大家见面了。真的，之前都待在家太闷了，最近终于可以出来透透气。对啊，我前几天出门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台带着新娘的礼车出车祸。哈，在这种大喜利的日子。错了吧？是大喜。大喜是怎么回事啊？好嘞，请听题，请问新娘为什么会搭着灵车前往会场呢？来，你上，请作答。是礼车都变灵车了吗？这个答案。是我没在回答啊。观众觉得有趣一样，可以帮我挥挥手啊。绝对不会有趣的。加油加油！等一下，我要说的是，这种结婚的场合，讲的超不吉利的。我说的是像小车祸，完全没有人受伤。哦，那还好，那里面的遗体应该没有吓到。就说不是灵车了，而且死人才不会吓到。哎、欸。吓死人！太尴尬了，根本没人知道这笑话。应该是要关心车上的新娘。哦，那个地狱新娘。等一下，不要乱讲什么地狱啊！新娘的新娘。你讲真的，如果我是那个新娘哦，我应该蛮不爽。对啊，哎，这么重要的日子哎，开车应该要。应该要搭捷运的。穿着婚纱搭吗？超奇怪的。你没听过吗？节能减碳好环保，结婚就该。打大众运输。一听就是掰的吧？你根本没有这种标语嘛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！我今天啊，一定要做到不外错。是的，不外错让给有需要的人啊。我有需要。难道你？对。啊、恭喜恭喜！我65岁了。65岁，你是老人啊！我还以为你怀孕呢。什么意思啊？老人家就不能生孩子吗？应该没办法哦。我不要，我要生孩子。你这个表演已经超过65岁了，而且你干嘛在这个年纪结婚呢、啊？因为疫情延后，延后太久了，太久了吗？再次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我今天啊，一定要跑得比捷运快。为什么要比捷运快啊？你没听过吗？只要跑得比光速快，就可以回到过去。不可能那么快啊！什么没根据的科学理论？哎，你刚才讲什么？我们是没跟上，什么没根据？不要这样，我会害羞。没根据，不是没根据。他是很帅。犯什么花痴啊？不是很俊。哦，我好想当地狱新娘哦。好适合啊，跟他结婚蛮适合当地狱新娘的。然后我们婚礼的花头就是牛头马面。超恐怖的、啊，在地狱结婚吗？主持人就是。不要说我们七爷八爷、啊。打康。女生都对婚礼有些期待啊、嗯。我结婚那天，我家门前一定要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。你唱喜儿歌了啊！我家门前一定要摆好火炉，然后吃猪脚面线。还是错了吧？这是出狱吧？啊，反正场面一定要够华丽、够气派啊！像很多人啊，都开跑车啊、租名车、啊，然后闯红灯，不行吧？超危险的。对啊，他们喝完酒又开车，真的是蛮危险的哦。还酒驾？不准啊，不准啊！你说唐启阳吗？啊，还有酒驾吗？他没有酒驾、啊，他是不准啦、啊，不准啦、啊。我在讲什么、啊？接下来结婚重头戏来了，闯关游戏、啊。对了，传统来说，男方迎娶女方都会玩一些游戏嘛。没错，我都想好了，像是什么太空狼人杀、啊、你画我猜啊，或是全民 party 都不错。你根本是把疫情今晚的手机游戏拿出来闯关吧？还是玩那个开跑地车？一样的、啊，都是手游啦。哼，你居然没有抓到我的装傻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刚才说的可是卡卡跑冰车啊！跑跑卡冰车，卡卡跑冰车跟跑不动吧？听起来超卡的。那你不要看猪怎么装傻要我吐槽吧？看来我们是不能结婚了。抓不到我装傻的男人是无法抓住我的心的。这什么习惯你讨厌的？另一半一定要会吐槽啊！马上进入婚礼的即兴装傻吐槽。还是聊这个游戏啊？这时候不要太特别了吧？新郎新娘。长辈吧，
啊，意思意思一下就好了。奶奶，你这样可是进球不吃，是罚球啊。是不是？来人啊，怪他啦。不是怪人家。谢谢你们来，谢谢你们来。没有啦，我没有很漂亮啊。你也很漂亮啊，巫婆。巫婆啦。你叫错了吗？真的叫巫婆，太没礼貌了。老公，你有来哦。我要来吧，我们今天结婚呢。叫错了，叔公啊。又叫错了吗？绝对不可能把叔公叫成老公吧。婊子。又叫错了吧。他就是婊子啊。为什么？我表妹的儿子。要给我剪辑了。Cheers。够了吧。Cheers。谢谢大家。我好呛哦，这已经喝醉了，已经进完酒的状态了，已经进完酒的状态了，真的是哎，这个样子，在婚礼的这现场出现这种人，真的超难搞。这个真的蛮疯的，你说他吗？嗯，有可能哦，是吗？那都是现实发生过的事情，你节目出来演的吗？对，我节目五十回。对不起，我可能会相信哦。哎。我就在此相信这件事情了。